大家好，我叫庄雨晴，我今年21岁，我的身高167公分，体重50公斤。我的兴趣爱好是跳舞，那平常主要跳的舞风是 K-pop 还有一点 Jazz。我非常热爱舞台，所以希望透过这次的甄选成功加入小龙女，然后在球场上和其他啦啦队女孩们一起为魏全龙加油应援。谢谢大家。Listen, boy. My first love story.